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萌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添加骨骼。骨骼的起点呢，我们可以设置在旁边，这样操作起来呢，会比较直观。下摆这里我用两根骨骼给它绑定上，这样我们直接可以去操作骨骼来控制衣服下摆摆动的效果。脸部现在我也绑了三个点骨骼，用来控制下半边脸的脸型。那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之后如果给这个脸做了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的骨骼之后，当我们转到左上左下或者右上右下的时候，我们这个图形的节点再去移动的话，就会有 bug 出现。那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应该是软件的 bug，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用点骨骼去绑定上它。肩部呢，我现在给了它一个垂直的骨骼，那这个骨骼对齐的就是肩部我们刚刚画的圆形的中心点。那这个骨骼呢，我们现在不给它连接任何的负极，等一下我们整条手臂的骨骼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复制，然后依靠这根垂直的骨骼，我们反转它得到另外一条手臂的骨骼。
现在骨骼跟骨骼之间呢，我用了一个点骨骼去连接。点骨骼的作用呢，是为了我们操作子级骨骼的时候，不会带动父级骨骼去旋转。那同时这个点骨骼的作用也可以用它去放大和缩小关节的部分，做一个简单的纵深的效果。手腕这里的骨骼呢，我们就用手掌的这根骨骼去控制，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旋转的时候，手腕也随着转动。那现在我们就把左手的骨骼复制，然后翻转它，再把肩膀骨骼的位置做一个对称。腿这里我们还是按照手臂的方式去做，那我自己一般是不会在脚上添加目标骨骼的。那目标骨骼用过的人应该也都知道它的 bug， 就是这个骨骼会漂移。
那我们现在就把脚的左右转面先做起来。
现在这个角色绑定就已经完成了。那我现在再稍微说两句这个目标骨骼。目标骨骼的话呢，它其实有一个 bug， 就是这个目标骨骼在正常的情况下会产生漂移，没有办法完全的固定在我们的脚骨上。那这个漂移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把骨骼的这个拉伸开关打开。那我自己测试过，这个拉伸倍数起码要写到2，我们这个目标骨骼才能完全的被固定住。但是其实一般情况下，我做人类角色的时候，包括四肢动物，就是正常形态的角色的时候，我是不希望它的肢体出现拉伸的。所以基本上这个目标骨骼我也是不会太用。如果需要走跑跳这样的动作的话，那其实用洋葱皮更方便一点。